Stand by, please. Turn over. Camera set. Action.那这个太太当然非常的难过啊，非常的难过，有这种的情况。那这个丈夫，他也明白知道这个家庭就这样被他自己一个这样的不小心的行为就拆毁了这个家庭啊。就太太带着一个五岁的孩子啊，就离开他啊，他们就非常苦啊，非常苦。那么这个太太呢，就每天都以眼泪洗面啊，啊，眼泪来洗脸，那怎么办呢？那后来啊，就感谢主，他就啊在人的尽头啊，就碰到神的开端啊。那这个做太太的呢，就有一个姊妹啊，一个好姊妹。他就有一天就跟这个姊妹呢来倾诉他的心中的苦楚啊，那个姊妹就啊劝勉他啊，然后就带他去认识神啊，在他带他认识神，带他去信耶稣啊，然后就鼓励他把他的这个重担交给啊这个爱他啊啊关怀他创造他的啊创天造地的神啊，然后在这种的环境当中啊，还有呢，就是啊他这个好友就是跟其他的朋友都一起来帮助他，劝勉他，让他看见啊这个婚姻他之所以导致到他们会出现这个出光景的情况，原来后来通过他们的互动呢，才了解到这个做太太的呢，在丈夫啊跟其他的不好的人混在一起的时候，就拒绝丈夫啊任何的对这个夫妻关系的一些要求啊。当然没有好话讲了哈、啊，那么在性生活就完全的拒绝。那这样呢，其实就是他负他的责任了哈、啊，他就是等于啊把丈夫推出去了。在这种情况之下呢，他丈夫也因此啊一个舒服就跟女人搞上了。所以在当他啊。认识主耶稣之后，认识神之后，他就来到神的面前来反省自己的啊过去的行为，也反省自己在这段婚姻啊之所以啊有发生问题的这些原因，他的责任又浮出来了，所以他就重新的明白到原来这个关系破碎了的这段婚姻，他的责任啊，他就发现了自己，知道自己的责任也有一定的分量在里面。那所以还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啊，来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这个已经离婚的这个丈夫呢，也觉得非常的懊悔。也觉得非常的对这个啊这个前妻对他不起，也对这个孩子，他们有一个五岁的孩子啊，也对他们不起，他也非常的懊悔，因为
因为他的这个行为就把这个家庭啊就拆散了啊，所以他很想啊把它重新修复起来啊，但是在以前是没有办法着手啊，因为太太还没有重新的反省，还没有给他一个余地啊，来让他可以沟通啊。